像我咧，好，我就經常打仗咧，係特級隊嘅，即係打衝鋒嘅。多數我哋進攻佢啲雜牌軍，佢啲雜牌軍嚟嘅，唔係正式國民黨軍隊，即係啲土匪之類，跨名就國民黨軍隊，即係雜牌軍。因為我哋想叫槍械啊，我哋冇槍啊，游擊隊一窮二白嘅。正所謂我哋啲鞋咧都自己做嘅，嚇、啊、一年咧就發兩套衫。一條毛巾，一支牙刷，一個口鐘，一個包袱，咁啊布咁大啫，要卷埋幾件衫喺咁多嘢啦，冇嘢。